剛才那個視頻呢，我們錄了其實是一首歌 Cuckoo， 所以這個視頻呢我們又錄兩首了。這首歌是第一個 All Clear La Lune， 看到這個 Starboard 現在寫了什麼歌，我們試一下唱一唱，用手指準備好了，用 Musical Finger。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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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 Re， 慢慢是All Clear de la Lune， right？ 是的，前半句。我們再唱多次啊，你幫我聽一聽 Ona， 哪幾禮音是最長呢？前邊還是後邊？開始啦。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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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 Re。 哇，如果沒有錯的話，是不是看到剛才聽到最後兩喇音，看看左手邊的這個 whiteboard 是不是都是寫同樣的，是的，沒錯。我們現在就觀察一下，讀一次，用如果你看到一些有一些飄一飄的那些方向的線呢，你就用你的手這樣，是好像 jellyfish。 剛才呢我們都有這樣的gentle movement，每一次見到用這個 rhythm pattern 寫出來的。好啦，就每一禮音有這樣彈，其他都正常。我們邊指邊用手一起動一動啊，從第一禮音開始啦，唱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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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 畫一圈 Re， 是啦。下邊呢繼續寫正常的 Do Mi， 咦，冇水喎，唔緊要，我哋用藍色，準備 Do Mi Re Re， 你最後一個 Do 係長定係正常啦，超卡長喎。Re Re Do， 掃地這樣無盡延伸過去的一個長位。 OK， 我們現在準備好了，從頭啦，連唱兩次，是不是就是 All Clear the Lune 的前邊，跟住呢我們會唱完兩遍之後繼續畫下去，這樣畫下一句之後一起唱，邊唱邊畫哦。開始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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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 Re Do Mi Re Re Do， 好長，再來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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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 Re Do Mi Re Re Do。下一句呢，我們試一下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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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o， 哇，好像都在同一個節奏，再試一下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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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o， 沒錯啦。下邊呢Re Do Ti La So， 是不是都是同一樣的節奏，所以呢這首歌只是有 一個節奏，我們從頭可以唱到最後一句。我們先把第三句用這個節奏唱一次，準備啦，用你的 musical finger 和你的手腕畫圈圈哦，準備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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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o Re Do Ti La So， 最後一句呢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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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Mi Re Do Mi Re Re Do， 完了。現在我們呢轉分圖過來聽一聽琴，用剛才的那個
音啦，同埋节奏啦，你嘅手势啦，全部都系你依个脑里边啦。而家，准备好就可以弹啦。都开始系咪？准备 ，OK。圆圆，圆圆，最长，来多次，长，长，最长，下边准备好了。之后呢，结尾，长，长，最长，慢慢放 ，gently nice ending。我想把呢下一首歌 Star Wars Theme 都同安娜一起讲一讲。但是呢 Star Wars Theme 同呢个 All Clear the Moon 有一个相同嘅地方，就是第三季。所以呢要弹多次 All Clear the Moon 嘅第三季。仲记唔记得 ?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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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re, do, ti, la, so.老师再一次，每一个手指啊，摆到佢嘅位置哦。呢个 so 咧用一指摆，呢个 re 咧用你嘅五指，所以每一个手指都有自己对应嘅键啦。咁样去弹哦。开始 ，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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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re do ti la so。好长，冇错，所以有了这句呢，可以准备好做 Star Wars 啦。Star Wars 咧中间有一段啦，系咁噶，就我哋开头嘅时候，当然啦，先简单嘅过一个开头，之后先讲后边咧点解同 Okay Da La Lu 头先嗰首歌有相似嘅地方。开头系 Re。那裡是中音刀嘛，對著這個琴錶的位置，這個從後邊養了的 Re 是很低音的 Re 哦， Re 之後呢直接是 So， So 用一指嘛， So Re Do Ti La， 你的右手化過去 So So ReDo ti la， 来多次 ，so re do ti do la， 系呀，呢个左手咧，其实只要负责两部分，一个系低音嘅 re 开头，之后咧交俾右手做啦 ，so re 两个长嘅 ，so re 之后咧快啲嘅 do ti la， 之后要交俾左手啦。左手只是负责低音的 so 同埋高啲嘅 so， 低音嘅 re 同埋高啲嘅 so， so 又交俾右手啦 ，re do ti la， 又交俾左手 so re do ti do la， 系啦。再来最后一次，今次呢，欧娜已经很熟悉这个旋律了，主要是听一听，看一看老师的手，几时是那个画圈圈的很长的音，所以就容易记了，从 re 开始嘛，左手都是个长的画圈圈的音，开始啊。手化过去，咁样都系个长，右手都系长，左手长，
右手長，又係長，係啦，最後結尾呢，就係。Re re re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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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左手咧附咗两个音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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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so so so， 同埋最后一个长嘅 so， 结尾嚟到一次啦，中间部分已经可以做到啦，中间做两次，之后结尾系 so， 长音右手 so so so， 长音左手。嗨。